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顺。今天那个晚上，因为我阿嬷之前那个出车祸，所以她现在回来，我得要照顾她的脚，让她完全好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帮她弄水饺，在这里。好的，我们这就来煮给我阿嬷吃。等她的脚完全好之后，再快乐的拍传说对决，还有其他游戏，OK 吗？好的，我们先暂停。好的，我们来去加水。这个样子的状态下，大家要记得小心点。哦，要小心哦。好的，我们就等水滚。冷水滚的同时，我先来洗个碗，这个画面。冷水滚，我们再加入水饺。好的，我们把碗洗好了，就还在等水滚。
毕竟临时拍这部影片的原因是因为我妈那个受伤，就是脚那个有开刀，开两刀啊，变成我这几天无法去朋友家，想要照顾家人啊，家人最重要啊。好脏哦，我耶！晚一点还要再读书，毕竟我现在是高中生，还要忙着考试。好的，水滚的差不多。这时候我们转成小火，哦，好的，我们一个一个轻轻的放，哦，不好弄，你小。我们稍微转一下中火。宝宝，因为他黏住，播的不太好。然后待会照顾完的话，还得要再去看书。唉，好了，不要再抱怨了，就赶紧帮忙开刀完的家人弄个晚餐。晚餐我们就吃水饺就好。何况。他现在也不能走路，哎，等下有我假日或者是明天读完最后一天的话，我们就放假了。所以这几天我等下让阿嬷赶紧脚慢慢的恢复，就是要照顾他。好，我们停下。
毕竟我的食量是算蛮大的。好，我们开大火，然后不要太大，然后用锅盖盖着焖。抱歉，那个盖子有点太大了，请见谅。觉得差不多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的水饺完成，那现在就拿去盛给我妈吃吗？ Go。一次尽量少一点，这样比较好，比较安全。好的，这些都是要给我妈的。Sorry. 阿弟有无？有。我阿爸给你吃，我阿弟有。你说你有？这位就是我嘛。慢慢教。好的。那位就是我嘛，也就是我表弟那个跟我的阿妈。希望这几天，假如明天，考完试，然后我吃个饭回来，还是一样要照顾他。好的，那
影片结束了。如果喜欢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别忘记开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的新影片通知哦。那我是王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